年头活到年尾，祝你在新的一年从年头活到年尾啊、哦，一路长虹，好吧？嗯嗯，那算了吧，差不多了，嗯。哈哈，哎呀，你不要跟我学嘛，我这有点烫，这感觉有点，我也有点烫，比那个电到了一样的，有点发电啊、哦，家人们，有点发电，对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能这么的去那个啥，对吧？一见钟情，哎，我想问你有过一见钟情吗？不知道，这啥也不懂，这怎么搞？这，那我当你老师吧，以后什么都我教你，好吧？可以吗？我不只是当你哥哥，嗯、我当你老师，七十二种变化我都教你，好吧？不然你啥也不懂啊，你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有没有？我说有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？就是有没有过一见钟情？他也说不知道。我问他有没有谈过恋爱，他也说没有，有没有耍个男朋友，他也说没有，那这不啥也不懂吗？这不，那这不我得要当你老师才行呢、啊。人生导师。啥、啊？人生导师啊？那，哎，有些咔咔考考你们的，他还是懂哦。你看，人生老师，慢慢来。哎，这压力有点大啊，这。嗯，咱们两个啊，今天是这么子牵手的，对吧？嗯，没错吧？嗯，那明天可不可以来个这样子？有一句话怎么说嘞？四川话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们那边就是，人往钢头走嘛，水往低头流，对吧？人要往高头跑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今天这样子，明天是不是就这样子哦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拿不成今天这样子，明天就这样子了，噔噔噔，对吧？那肯定要这样子嘛，对不对嘛？来，家人们啊、哦，那个玩笑归玩笑，咱们玩笑里面带一点你们懂的啊、哦。对，一方面是开玩笑，但是一方面呢，你们懂的啊、哦，懂不懂安慰啊？对，你们都老叫我那男人要主动一点嘛，对吧？那值不值钱安慰？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老，新的一年直播间8500人，马上9000人了，支不支持阿伟？支持的话，踢口令，好吧，踢口令。多的不说，新的一年祝阿伟一路长虹，事业一切顺利。然后呢，爱情也要顺利，好吧？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就是今年2024年嘛，想找个老婆结婚了，就是想给你找个嫂子了，呵呵，嫂子，嗯、你以后叫我老婆就叫嫂子啊，嗯，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叫你啊，好，你要来玩好吧，好，到时候你上不来的话，我叫个兄弟下来接你啊，好，嗯，好，那个小孩。哎，家人们，其实他也不小了，他也有这个多少岁啊？19岁了啊、嗯，对，看起来比较小啊，他脸型是娃娃脸那种啊，但是实际年龄也不小了啊。我觉得他不化妆更好看一点，他化妆的话，他皮肤就太白了。今天是没有化妆的，但是他没有化妆的话，就五官要立体一点。知道吧，他五官要立体一点，化了妆就有点白，知道吧，嗯，他的眼睛也不小，你靠近一点，我看跟粉丝们看一下。我刚看到有个说我是单眼皮，其实我是双眼皮。双眼皮，嗯，双眼皮，家人们，他是双眼皮啊。就打着灯，然后你照过来一点，给他们看一下这个眼睛，是俄罗斯的品种吗还是什么？你给他们看一下眼睛嘛，眼睛给他们看一下吗？你坐过来吧。哎呀，这小姑娘真麻烦。哎呀，但是我知道你长得漂亮，但是我不喜欢漂亮的。我跟你说，说实话，我不喜欢漂亮的，我喜欢，心底善良的姑娘，
真诚一点的姑娘，就是人品好的姑娘，三观正的姑娘，知道吧？嗯，其实你也长得很漂亮，但是我在了解就是你的各方面吧，一些细节吧，我觉得长相的话一次就看得透的都行啊，但是很多东西是需要通过时间去了解的，而不是一次能够看中的啊。就外表嘛，一眼看过去美就美，不美就不美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三观和这个各方面的一些细节是需要通过时间了解的，知道吧？人品啊，或者就是泡妞高手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说嘛，什么泡啊，不说，嘘，泡妞高手，不要这么说嘛。你们觉得我是高手吗？不简单啊！啊，没有没有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他们乱说的，那粉丝们有些他们故意，因为有些人叫什么黑粉，知道吧？你看直播间8000个人，你说全部都是喜欢我的，我不敢说，知道吧？肯定有讨厌我的，肯定有看我不顺眼的，知道吧？那些人专门在那里说，艾伟是个渣男，艾伟是个花心男人，艾伟是个花花公子。阿伟是个泡妞高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我都被你们说的，这对吧？来打一包正能量，好吧，打一包正能量，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，给阿伟打一包正能量，好吧？对，打一包正能量。然后没有关注阿伟的，今天晚上多的不说，我只要求给阿伟涨，阿伟点1000个粉丝啊，直播间8000-9000个人，给阿伟点1000个粉丝。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大，人人这么多，咱们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认识是一种缘分，抖音平台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个人觉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你们能够刷到我是咱们的缘分，对吧？你们先关注我，然后呢你们过几天觉得不喜欢我了，取关我也是很简单的，对吧？没有那么难，对吧？关注一个人没有那么难，我觉得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你关注我了，明后天你刷到我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喜欢我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觉得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很 nice， 很 OK。 No problem， 对，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没有加入粉丝团的给我加入一下粉丝团，没有点赞的给我点点赞，对，没有送棒棒糖的给送点棒棒糖给这个小妹妹吃啊，这小妹妹这刚刚开花啊，所以现在需要补一下这个棒棒糖，吃一下棒棒糖，是吧？嗯。你别这么看着我嘛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是吧？嗯，你这个眼，他这个眼睛有点吓人哦，这样。没有那样子。看过来的时候，那眼睛这样看过来的时候，眼睛又大，我都不敢正眼看他。这也看着就感觉好像来电了一样的，发电了一样的，家人们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，感谢了棒棒糖，你看这我的粉丝，我的家人们都给你送棒棒糖了，你要说谢谢，来快点，说谢谢。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啊？你就说谢谢啊！你看人家家人们给你送棒棒糖的，你就不得感谢感谢？那比如说现实中有一个哥哥给你拿个东西给你吃，你是不是要说谢谢？那不就一个道理吗？你看这，那示范一遍吧。啊？什么？哦，示范一遍是吧？那个，谢谢我这个牛德庄姐姐啊，谢谢我李姐送来的棒棒糖，感谢感谢感谢我用户哥哥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奥利给，谢谢我的李姐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感谢我的于导姐姐送来的棒棒糖，谢谢感谢你们。给我送的棒棒糖，来，你坐过来弄一下，来，示范一遍。我不敢，害羞有点。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你就放开一点嘛，你就说谢谢你们送来的棒棒糖嘛，来，这不我是你的老师嘛，你要听我的呀。怎么说来着？就比如说，你看啊，他们这儿，你看到他们上面送棒棒糖的啊，他们这个名字啊，比如说。白羽几阶对吧？你要是念名字出来，然后我每个都要念出来吗？对啊，不一定嘛，你看得到的哪个瘦得多，你就是叫哪个的名字，然后就是说谢谢你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越来越好，来吧。
你看哥哥干嘛嘛，不要看哥哥，你要看看前面，看前面啊、哦、来啊，不是我先不看你嘛，你不好意思的话你不来你说吧。哎呀好尴尬哦，尴尬啊，你自己来呗。阿伟哥、哎、你自己来，我好尴尬。不，你过来嘛。谢谢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送的礼物，我有点害羞，我没有接触过这种，就这抖音啊这些我都没接触过。爸妈啥情况？我爸妈没啥情况，我爸妈在家里面。大大说有点社恐也不敢啊。他有公司吗？他不是说他一个月工资3000多吗？什么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替他们瞎说。我什么工资3500？我工资3500，怎么可能才3000吗？你有几家公司、啊？哪儿来的公司嘛？你这说了谢谢了没有？谢了。那个家人们理解一下啊，毕竟他年龄小，然后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直播什么的，说实话啊，他也没有直过播什么的，所以呢面对这么多家人们他也有点不是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加上一个手机啊，你不要觉得现在直播间虽然有七八千个人在看我们两个，但是他们都是隔着这个手机的嘛，隔着屏幕，你说错话他们又不能来打你，是不是？隔着一个屏幕，你不要怕，有哥哥在，来说，大声的说，不要怕，好吧？不是你不要怕嘛，好不好？说不来。你比如说你回复一下他们打字嘛，你看，他们说阿伟哥怎么怎么样，你就回复一下嘛。我只看到了阿伟是大老板，阿伟有几家公司，阿伟开公司的，阿伟富二代。什么什么开公司，开拖拉机差不多，开公司。坏男人。什么？坏男人。什么坏男人？不知道，我看到的。他们说我是坏男人吗？嗯，阿伟到底是不是老板？我跟，到底你们谁在骗我呀？他们说我是坏老板，哦不是。坏人。坏人啊。阿伟有两家公司，阿伟是大老板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该不会是你在骗我吧？我骗你干嘛嘛？骗你有糖吃吗？虽然没有。哎呀，真家人们不要带节奏好吗？你们不要带节奏。阿伟善良的大老板。你们不要说我是坏男人好不好？我求你们了，我哪里坏了嘛？我坏到什么程度了嘛？我又不去偷，又不去抢，哪儿是坏人嘛？坏人是像我这样子的吗？阿伟是大老板。啊、哦！你看，都是全都是阿伟是大老板。他没跟你开玩笑的，他没怕你那个啥嘛，你嫌弃我嘛，就说是我是大老板。我要嫌弃你的话，你都已经不会坐在这儿了。那我坐在哪里啊？都已经回家坐着了。哦，这样子的。但是粉丝们不一样嘛，他们理解不一样嘛，他们怕你嫌弃我，所以就说我是大老板嘛。原来是这样。